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，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，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，会不会有人心疼？